在他家见一个老朋友，许久不见，甚是想念的一个宝宝。房东都已经断奶了啊！你看他找多少？他断奶了，但是开始吃料了。你们知道黄多多吃的是什么料吗？他和小羊羔居然吃的同一种饲料，把这个家伙养得肉乎乎的。哇，排山倒海都来了！他已经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牛了，他可能觉得他是羊。一天三顿料，早中晚都要喂料。这是中午的料，他现在已经六七个月了，他才长这么高点。但是黄多多真的很幸福了，你们看，他虽然不出去吃草，但是他吃的这么壮实，因为他一直就是幼儿园孩子的待遇，跟这些孩子们一起长大。这是我们家小羊羔，羊都比牛快长得大，这就是黄标牛。黄标牛好就好在它小，不好也不好在。黄多多跟大家打个招呼啊。